去年头一百期盼盖黑尼高级认证，因为通过的人数非常非常的少，所以在客家社群当中也受到了许多的讨论。客家新界人员也在今年的黑尼高级认证在进步的风暴内，那去年通过的人数强弱是有了解听听。客家的其中有三三是高级认证。今年了解通过高级认证的考生分别是西南腔就五沙、台北腔就一沙，回流腔韩国其他少数的腔调造型都是无人通过的。但为中级或中高级认证也是同时封榜，通过的人数分别是中级就1423沙。中国级的有285沙，客家真是普及自信，也常向亲朋友来继续收听国际界客家新闻。